欸，他在讲什么？Recording，哎，就是录影。刚才我们上一段的录影已经结束了。好，那我要把电子书网站的这一段录成另外一段影片。我已经进来了。对对，你已经登录了哈。好，录了。对，来，你看我的画面哈，我登录给你看。这是一个在行销啊，直销了，应该算直销业界的老师。姓林。OK， 好，有看到画面吗？有看到了。看到好，这是一个免费注册的网站。那注册登录这边有一个免费专区，有看到哈。等他跑一下哈，他网站需要跑一下。好，那这个专区，因为你们有在训练经销商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对，好，好，来看一下，他是不是有很多电子书？好，那你注册完这个网站之后呢，他有这么多电子书。那因为这个老师他专门在帮直销公司做培训，有听懂吗？等等，这个是哪里进来？这个是上面是在登录之后有一个免费专区，有看到吗？看到，好，免费专区。对，然后就会有30几本的电子书，免费下载。对，免费下载。好，那来教练，你想看哪一本？都可以参考一下。都可以参考，好，那我来挑一本啦哈。比如说，好，打通行销管道广告行销秘籍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一本。它这个电子书哈，坦白讲做的相当不错。好，虽然有一些是几年前的哈。好，然后我们直接看图就好了哈，这是精简版。好，然后。这个是有1到5集、啊、行销概论、策略、注意事项、如何免费打广告、销售漏斗。销售漏斗的概念知道吗？不知道吗？我们的自动赚钱机器其实也是销售漏斗的概念。好，然后呢，来，它就是有一个理论架构，要有进人系统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读书会群组的进人系统？对，啊，对我们公开课、公益课有兴趣的人啊，跟这个我们联络，然后呢，参加我们的课程，购买我们的矿泉水，啊，我们现在是买一送一的概念，好，陌生开发经验，然后呢，开始培训系统，所以 Grace 是我们的伙伴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以后就可以把这一套慢慢的复制给 Grace。那 Grace 再复制给他的伙伴。OK 吗？对。对。好，那他这一张图呢，我觉得做的特别的棒。好，来，棒在哪里，教练？自动技能。哦。他把那个可以广告。哎，他把营销管道通通整合起来咯。看要用什么样的、哪一个？FB 影音广告 low, blog, email, line, 简讯、关键字 SEO。SEO 就是那个搜寻引擎排行。那那个呢？好，来，你教练，你要问哪一个，我就回答你，我用哪一个，怎么用？SEO。好 ，SEO， 我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部落格，所以 SEO 跟部落格是绑在一起的。因为部落格是文字，搜寻引擎都是搜寻文字。OK 吗？好，当然现在 YouTube 也可以做 SEO，
好，那你因为你们问到这个，我就顺便给你们看一下哈，这个秘密，啊，秘密，这是一套，你们应该还没开始做 YouTube 对不对？没有哈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秘密哈，你们是高含氧对不对？好，我就来输入一下高含氧。看看有没有人有相关的影片。好，有哦，你看这里，这是连接到卖场。哇，高含氧还有床垫呢，厉害了吧？哦，高含氧还有裤子哎，教练你知道吗？好，那这个是白氧生技，跟你们有关系吗？还是竞争对手？竞争对手，好，是竞争对手哈。好，现在有没有看到画面右手边有一个平常你在 YouTube 看不到的东西？右手边，哎，有一个 Video Analytics， 然后有几个 Summary SEO Social Channel， 有看到吗？有哈，这个是因为我有安装一个特殊的YouTube SEO 软体，它可以帮你分析你的竞争对手。好，所以像高含氧，我现在在帮你们分析你们的竞争对手。它这个影片呢，已经有哇2000多个人看过，2.82K。它的互动呢，有一个留言。有9个人按赞，有1个人按不赞。好，然后呢？好，他脸书他没有推播，然后其他他也没有推播。好，那这个免费的软体升级付费，一年大概2000块左右，它会自动。好，可以吗？对，好。你的电脑的 LINE 要先关掉，不然它会响。好，好。所以呢，对。然后，所以他会帮你统计一些数字出来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问两位哈，我们刚开始在 YouTube 上面分享影片，讲到影片啊，教练，那我们现在没有影片啊，以后怎么有影片可以分享呢？对，如何制作影片？不用制作啊，我们不是要办 Zoom 课程吗？对，那一次上课至少是不是1个小时？对，那1个小时是付费课程，我当然不能免费放网路啊。所以我可不可以剪5分钟重点的那个片段放在 YouTube 里面？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堂课1个小时，我可能可以剪3到5支5分钟的预告片。对，课程花絮预告片。好，那我们刚开始在传这些影片的时候，我们知不知道打什么关键字大家比较常搜寻？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一套软体呢，它会帮你分析你的竞争对手。更厉害的是呢，有没有看到右下角有一个 copy to copy， 有，然后我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功能呢，就是直接帮你复制你的竞争对手的关键字。哎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就是它会帮你分析统计什么样的关键字对你的影片 SEO 是最有帮助的。好，那当然免付费的版本他推荐的就是2-3个关键字，付费的版本他可能推荐你10-20个关键字。了解。OK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 SEO 的部分。OK 吗？没有看过的，对。没有看过，这是另外一个工具啦。对。这个是我正在研究的。
等一下哈，等他跑一下。刚才那个，这个好，所以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哈，所以其实每一个我都可以讲一堂课，因为我有实际操作过，哎，因为我觉得讲理论哈，太多人讲理论，哎，像脸书哈，脸书我常常花钱打广告，啊。因为我实际花钱我才知道它效果怎么样啊，我了解，所以我的学员问我的时候我才可以跟他说，哦，你要怎么打怎么打怎么打比较有效果，要怎么设定怎么设定怎么设定比较有效果。好，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，你看我是不是有社群行销，那我脸书有5000人，好，两位脸书有几位好友，脸书，你们脸书有多少好友？脸书很多，可是已经很久没有在上面 po 东西了。好，所以要把它活化一下。然后赶快加我好友，我有5000个。嗯，我是不是可以把我5000个导流量给你们？嗯，可以。所以我本身就是一个鱼池嘛。嗯，好，影音行销，我是不是传了一堆 YouTube 影片？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广告行销那个一般的成本太高，所以我们不会去做。好，那部落格我已经做了10多年，我有600多万的浏览人次累积了。嗯，好 ，Email 行销，哎，本来我有一个电子报的系统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每一年要缴好几千块，但是效果没有很好，所以我暂时把它停掉。嗯嗯，但是你们记不记得我都会收集名单，嗯，对，免费咨询是不是填了一次名单，对，关键期问是不是填了一次名单，嗯，最近免费上英文课是不是又填名单，对，我一直在收集名单，那你们有没有在收集名单，没有没有，所以就很难后续成交，嗯，因为你没有名单。好好，或者你现有的，因为我们有讨论过有1000个左右的客户，那这个客户的名单你有没有建立起来，嗯嗯，好， LINE 行销其实我都整合在一起了，我在读书会就是 LINE 行销。好，那简讯行销，因为还要再去发简讯，我觉得现在光前面的我就很忙了，所以简讯行销我现在没有做。嗯，好，但是要做也很简单，你去注册一下那个发简讯的平台，啊，大概发一通简讯呢，如果量少一点，1.5块到2块钱；如果量大一点，啊，一通大概1块钱台币。但是重点，哦，重点不是发简讯，重点是你的文案写得够不够好。嗯嗯，好，再来，那个简讯看完之后他按下去会连到哪里，嗯，他是连到影片呢，还是连到一个表单呢，还是连到一个什么好康礼物呢，好，这个就很重要，还是连到你们的群组呢，嗯，这个要设计一套流程出来。好，那关键字行销就包含跟 SEO 是很像的，关键字跟 SEO 很像。好，那关键字平常就像高涵养教练，哎，我们现在马上来实地操作一遍，我现在在 Google 对不对，好，高涵养教练，好，请问第一个连结就是谁的连结？ Gary 老师，一对一的，是不是我的部落格？对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已经经营10多年了。对。那他的 SEO 排在最前面。哦。教练，教练，你上电视了。所以高涵养教练，你的名片印了没啊？嗯，高涵养，对啊，现在只要人家一打
Google 高涵养教练就找到你耶。嗯所以任何人他在取高涵养教练都排名第二以后了。嗯哦，现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输入中文高涵养教练，你就是第一名。嗯哦，所以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关键字。嗯，所以你现在要不断的宣传高涵养教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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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涵养教练。是，好，所以人家一找，哎，就找到你了。对啊，问题是现在是连到我这边来啊。好，那你们要开始准备你们的 YouTube 频道或者你们的部落格网站，然后让人家找到我之后呢，譬如说我可以在我的连结的后面顺便帮你们打广告啊，这样好不好？嗯，哎，就是你如果准备好表单。好，我就可以这边放一个连结，立刻填单联络高涵养教练，免费一对一咨询。哦，是不是我引导进来的流量就会引导到你那边去了？好，那这是我们有一次的咨询六分钟的重点，那一次的重点是问你说这一堂课值多少钱。然后你说无价，好，然后我就强迫你要讲出一个价格，然后你就说一万块 ，OK， 好，那这里是不是也可以，下面也可以增加一个你们的连结？嗯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哦，现在我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高涵养教练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也是排第几？第一，我们是排第一啊，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关键字。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现在教练，你可以自称台湾，好，或者夸张一点，亚洲第一高涵养教练。其实不夸张嘛，因为你去 Google 一下，不信你去 Google 一下，我是不是排第一？嗯，对，真的，我 YouTube 也排第一，我 Google 也排第一，那我亚洲第一啊，我华人第一高涵养教练。好，那教练啊，您既然是亚洲第一高涵养教练，要不要开出进阶班呢？哈哈哈哈哈哈。对不对？所以这就要强迫你进步了。嗯嗯，对，我也常常在强迫我自己进步啊。我现在在跟你们分享的很多东西哈，其实都是这一个月新学的。哇！前面有累积，前面有累积啊，前面有累积一些东西，但是我每天也不断在新学、新看、新学、新看、新学、新看很多东西。所以圣经说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新酒不能装在旧皮旧酒袋里，不然皮带会裂开。所以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学习，持续的进步，持续的成长，那么我们才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学员或者客户更多的价值，更多的服务。OK OK，好，所以刚才那个电子书啊，两位要好好去看，好好去利用。我把那一段讲完哈，就是那个电子书的部分哈，这个行销概念有了啊，我们回来。后面的那个导入系统是什么？后面就是导入，譬如说它是 A 公司的直销系统 ，B 公司的直销系统。哦，啊，那你们、就是、你们就是你们的高涵养产品跟服务。哦，OK， 好，那它一本电子书就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讲的啦。好，那对你们来讲，你看它也有做手绘影片。好，那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东西哈，它呢有一个东西哈，叫做联盟行销，有看到吗？联盟有。好，就是你是不是免费注册会员？
对。啊，当你注册免费会员之后，他是不是送你很多电子书？对。你是不是已经有获得价值了？对。OK， 然后呢，你如果又去推荐其他人来加入，好，就是你要用你的连结哈，他这边有一个连结，联盟商有看到吗？联盟商啊、免费加盟这个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你免费注册，我已经送你30本电子书，有没有获得巨大的价值？有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呢又让你免费变成我的加盟商，又是巨大的价值。嗯，然后现在呢，你把你这个联盟的连结发出去。OK， 教练有看到吗？哦，这就是加盟免费加盟的连结。好，那这里要选启用，它有一个启用跟不启用，这就在刚才那一页往下拉的地方。嗯 ，OK 吗？好，启用，好，启用之后呢，它就有一个连结，然后就把你的连结发给你的朋友。好，那你们有在训练经销商嘛？你可不可以把连结发给经销商？可以。好，哎，我跟你讲哦 ，Grace， 现在有一个老师哈，他在网络做了好几年的课程，他有30本很棒的行销赚钱的电子书，那你透过我提供给你的连结去注册。那他就会帮你追踪有几个人点过这个连结，有几个人注册。哦、OK 吗？所以他这个网站是做得不错的、嗯、好，做得不错的。还有推广奖金。啊，什么？推广奖金哦。贴什么？推广奖金。哎，你答对了。好，推广奖金。好，那为什么他要送你电子书？为什么他要送你免费注册加盟？因为他后面有他的成交模式嘛？嗯嗯，好，你看啊，他的成交提案出现了哈。第一种叫什么会员？免费。对，免费会员，所以你一注册，你就是他的免费会员。嗯，好，然后呢，不用钱。那你帮他推荐任何，譬如说，哈，你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注册，免费获得30本电子书。然后呢？嗯，哎，假设了哈，就讲我们就好了。我是不是分享给你们注册？嗯，那你们看完之后，哎，这个网站哈，其实里面资料很多，太丰富了。我愿意付一年2400块。嗯，那如果我是免费会员，我就可以获得20%的利润。嗯嗯，就是400块。嗯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。免费会员的，哎呦，他跳掉了。免费会员的利润，啊，他跳掉了，我再登录一下。我五分钟讲一下就好了啊。所以这个老师哈、啊，我觉得他蛮厉害的。啊，而且重点呢是他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做出这么多的电子书。嗯。那我们可以去分享，但是记得分享之前呢，要分享你的连结让别人注册。嗯，这样绑定之后才跟你有关系啊。嗯，对。啊，不然没有跟你绑定，那、啊、你分享了之后，那就跟你没关系了吧。哎，又跳掉了。好，所以他这个网站有一点问题，没关系。那如果是 VIP 会员。啊，如果是 VIP 会员，嗯、来这边，就是一年付2400，好，以后免费获得他新的资讯型产品，然后呢，推展他、推广他的资讯型产品，获得多少奖金？100%，哎，100%哦，电子书他全部回馈给你哦，嗯。好，就是我付2400之后呢、嗯，他所有的电子书全部免费送给我。注意是完整版，不是试读版。嗯，刚才那30本都是试读，不是完整。嗯，啊，好，那我付了2400，一年之后，如果又有人透过我加入会员，我是几成的推广奖金？40%。
四成，免费会员是两成，啊，缴年费的会员是四成。有看出他的方案了吗？有，有哈。那他最后还有一个叫做终身会员，啊，有一些人觉得哇，他提供的价值真的是太大太大了，所以我决定呢要加入他的终身会员，一年2400，那十年呢就要24000嘛。那我现在一次加入20000块终身会员，啊，那终身会员呢？刚才那个推广的奖金趴数就更高，对，好，就是按照我刚刚讲的嘛，你必须筛选客户，然后你必须去看这个客户愿意跟你走到什么阶段、什么程度，去给他不同的回馈。好，如果你只想当零元的，那你就是赚20%，那如那个资讯产品赚50%。如果你愿意付2400的资讯产品100%给你赚，然后会员可以赚40%、啊，那如果你愿意缴20000的好终身会员，那你可能可以好像是赚到60%。嗯，对，能了解吗？嗯，好，来教练学到什么？就是让你觉得是一个很优惠，然后又可以让你赚钱，嗯，然后你觉得赚很大，哎，赚很大，好，所以我唯一的损失就是，哎，没风险啊，我唯一的损失就是不加入会员，嗯，好啊，这个网站其实我好几年前就加入了，然后呢，嗯，前两个礼拜莫名其妙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，嗯，然后我又回来研究这个东西。好，那 Gary 老师，你创一个为神做有钱人的那个类似这样的，如果是我哈，记得吗？我们要不要什么事都自己做啊？不要，不要，要哦，我要聚焦，我要聚焦。所以我现在只做两件事情，第一，我做英文的教练，第二，我做营销的教练，嗯，我做这两件事情就忙不完的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二，我们要杠杆借力，如果，教练刚才这个想法很好，如果这个，哎，真的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方向的话，我就会直接去拜访林老师。嗯，好，我就会说林老师，来，我付20000块变成你的终身会员，好不好？林老师会说什么？好，那但是林老师，我有一个请求要拜托你帮忙。你现在是不是叫做福气财神网站啊？嗯，好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客制化一个我的网站，叫为神做个有钱人系统啊？嗯。你觉得林老师会说什么？嗯，好吗？我付20000块变你终身会员嘞，对啊，你帮我，你就换个 logo 就好了嘛。哦，那简单啦。那整个系统他都已经做完了。啊。嗯。他是不是换一个 logo？ 对。哎。所以。高涵养教练，我需要自己做吗？不要。我如果要自己做一个网站，真的会搞死自己。嗯，第一个要花几十万、上百万，这个第二个网站做完，内容还不晓得要去哪里用。第三个，我是不是要请一个工程师来管理？对。那我现在只花20000块。林老师通通帮我搞定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好哎，好，因为我是他的粉丝，我花20000块变成他的终身会员，我支持他，所以他是不是也要回馈我？那请问
当他帮我弄一个为神做个有钱人的电子书网站之后，我会不会疯狂的为他推荐？会，因为我是为我自己啊。嗯，那所有帮他引导来的客户，帮我自己引导来的客户，也是帮他引导来的客户啊。嗯，名单都在他那儿啊。嗯，对他也没有坏处啊。嗯嗯，是不是双赢的局面？对，对啊，所以我绝对打死不会自己去弄一个。好好，教练学到了什么？杠杆借力。哎，永远有更轻松、更简单、更快速的方式。嗯嗯，注意哦，永远有更轻松、更简单、更快速的方式，只是我们还没有想到。嗯，是啊，那只要我们不断去执行，不断去执行，我们就会哎优化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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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化，就会越来越快，越来越简单，越来越轻松。OK， 嗯，好，今天真的赚百万哦，百万。好，请姐妹帮我们结束祝福祷告。我还有一个问题 ，Gary 老师，哎，请说，请说。有听你就是在那个群组里面有 po 一个就是动画的那个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2980，嗯，对，那个部分的话是你什么时候会开课吗？还是说什么样？现在要看报名的人数哦，哎，因为至少要五位吧，哎，哦，可是那个会不会很难？就是说，很难啊，因为我，嗯嗯。来那个是跟我附送一下，很简单。可是在电脑上面是不是有需要它的一个，就是要有什么样的软体？软体是、哦、来那表示你还没有看过介绍影片，对不对？介绍软体是买的啊，对，我讲的是硬体。硬体还好啦，硬体一般电脑就 OK 了，就可以做了。现在一般电脑都很好，哎，现在一般电脑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可是里面的，比如说像说话、文字跟动画的这个部分，嗯，不难吗？所以你没看过我的影片，我已经有做了一个影片示范怎么做。示范怎么、嗯、只有呈现出来没有？有你说的，我现在传到你们的群组哈，来，影片哈，营销，好，所以你看哦，现在你们是不是我的影片行销课程的潜在客户？好，那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后面的行销工具？我现在发到你们的群组。对，嗯，一起学营销，资讯落差，财富落差。八月滴滴视频营销一日密训，好，这一个十几分钟的影片，你们把它看完之后就理解了。嗯，好，了解。好 ，OK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所以我是不是准备好了成交的工具？对，好，那就算没有成交，是不是也提供给你价值？对，让你学到新的东西。所以要不然就是成交钱，嗯，要不然就是成交客户的心。嗯 ，OK 吗？对啊。对，我刚看到是教练说我们待会结束再赖聊一下嘛，哈，嗯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就先到这边，请姐妹为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我们的圣灵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接下来我们下时间。有 Gary 老师的带领，还有你与我们的同在，让我们在网络上面的世界有更深层的了解一个层面部分。谢谢你，
我们在让我们吸取到这么多的一个知识跟领域，我们谢谢你，祝福各位老师，无论在家人，无论在所有一切，都得着你要恩典祝福，也祝福我们今天，更多的学习，更多的吸收，让我们展现出来有满满的恩典祝福，也要的你一切都归属于你，同心靠主耶稣我们圣名的祈求，阿门，阿门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马上行动，马上行动，马上行动。